金山，你知道我们上次也是金山就可以了，我是还有没有啊？我想你走，对，不可以来。就是这种啊，对，最小的兰花，是来的，兰花来的，它很像一粒白米这么小，比一粒白米小一点点啦。是我回头了，还没有回头啊！来，我们往这里看，这样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车在跳舞。今天我就要看一下了。还有还有还有，跳舞，这叫什么名啊？跳舞，阿妈我看见吗？可以。要点心的，点心的，这个还麻。从哪里去呀？真的？慢慢讲。啊，这个是不是真的像那个海马哦？像尾巴弯上来。哦，这个几下这么远就难的嘞。